3月11日中午，霍思燕发了一条微博，带着我爸和孩子的旅行结束了，很开心能把活力和那一丢丢优雅保持到最后一刻，美美的照片可以看出心情很愉悦。嗯哼大王恬静的睡在霍思燕怀中，网友的关注点却是在嗯哼的鞋子上面，一双国际大品牌的童鞋，好心的小编到官网上看了看，便宜的要几千，贵一些的甚至要上万。的确有很多明星家长都喜欢给孩子买好的，不过就像网友说的那样，诚然有的父母希望从小就能给孩子最好的，也有的父母希望小时候简单低调点，那是父母自己的选择，